大家好，我是 Rebel， 我现在看画面会不会烂掉？好，这次我主要是把 Hackerbot iOS 之前要的东西做完，所以做完的结果会像是，有刘海耶，对，是刘海。然后因为这是模拟器，所以还是可以用的，没有分边的，对，好分，好。今天做的功能大概刚刚这边有看到，我今天这是 iPhone X10 的做的那个面接的相容性，然后 QR code， 然后要证明 QR code 要可以用的话呢，我们要实际证明，就等我一下下哦。然后这是实际嘛，因为这个东西需要相机，所以我这边会有个就是你们之后会抓到新的版的 iOS 那个。然后抓过来之后会有个分享按钮，大概在右上角。然后它点下去之后，它出现一个 QR code。然后你只要打开你的那个 Hack folder， 然后希望 OK 哦。然后点下去有个新的按钮，它可以扫 QR code， 然后就把它扫下去。扫完了，然后它就不断换画面了。然后基本上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，透过把那个 Hack folder 的页面连接分享给别人。然后这是主要 QR code 的功能，然后有任何其他什么新的功能的话，请跟我讲。然后我做了一个小小有趣的东西，就是在这里，就是G0V嘛。哦。然后有个小小